人们说女为悦己者容，事实是化妆让我们更有自信。我会用白色来搭配浅紫和蓝色，清新自然的妆容和经典的款式最适合我。每一次简单的搭配，实际都有精心策划而成。女仔贪靓好正常啫，每朝要谂下化个咩妆，衬翻套衫已经成为我嘅习惯。我好中意红色噶，以前如火啊嘛。至于服装颜色，可以平实啲，衬个鲜色手袋就有滑轮点睛效果。只要换个角度，就会见到不一样嘅世界。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2019，11月29号，大多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。